你们把头发编这么好，准备去哪？我看你又换发型了。去玩？玩什么？老李店里有人演唱会，你去不去？演唱会？对，这个下午。有明星吗？对。那门票是不是很贵？不贵。多少钱？多少？3块钱，一个人3块。3块钱一个人？对。那我要去看看。哎，我们现在过去吗？坐摩托车。对。那你跟你妹妹坐一个，我跟小曾坐。好。这个就是门票是吧？微微。哇，好多人。老李被拉上台了，你们跳的好帅。好像人过来拉我了是吗？这是看这架势，没事的，来给我们让我们表演。老李 B-box我开始了，好，谢谢。这个感觉比世界杯还精彩啊。
动合影呢，我的天哪！哇，这个场面应该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吧？很好，很好。